我去厕所一下。好，那你。大家好，没有错，就是我田浩，喜剧界的惊叹号。来，你们都一只手比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正在播演啊，好不好？大家看一下这个场景，我们在老地方秘密基地啊。而且你看，现在小老妹已经在现场，他们在干嘛？先不让你知道，但是呢，看这个人数就知道我们准备要干一场大事，好吗？现在呢，待会呢就是等一下，我要跟一位魔术师合作，他叫做 David。哈哈，我是谁？整人之王。谢谢大家，整人之王嘛，就是一定要整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我就是要假装我出车祸，所以待会我们要合作的时候，他会先来，然后他一来呢，在我们那个拍摄的地点先等我们一下。我就说我晚到，这样说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出了车祸，然后之后最后我要昏倒，来看一下他们反应到底怎么样，期待一下 ，Go。Yeah， 是的 ，OK， 我已经完妆了，各位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导播特写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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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 ，OK， 刚才看起来就是一副丧妆的样子啦。但是我现在非常担心一件事情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主要拍这个整人系列嘛，然后想必跟我合作的人应该也会看过一点点我的频道，我很怕待会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脚到那边受伤这样。对不起，我刚车祸，然后他们会不会就这样？你是不是在 gay 鬼？你那个，整人之王，人家戳破我，应该是不会这样啊。反正待会儿人还是会，就让他们小小看到一下，我就赶快去包扎这样子。就是主要是让他们看到说，哦，我有受伤这样，因为手上有 BB 弹，因为出车祸嘛，可能会拐到脚之类的，我就把它塞在我的鞋子里面，这样走路就会感觉好像一摆一摆的。BB 痛 ？BB 弹会痛吗 ？BB 弹会痛吗？完全没感觉啊，哥。完全没 feel 啊！好的，电池。OK， 可以了，我感觉到了。啊，对，哦，有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来。怎么？可以吧？可以。哦，这个电池有感。哦，先去找我们的同事来实测看看，我会不会觉得我真的受伤？看看有谁会被我骗到的。Go。屁的哎！你们还要信我？不是，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问题。你很无聊哎。真的啊。哪有这么有车祸啊？你真的出车祸，吓死我了！为什么我看起来不像吗？不像啊！真假的？没有出车祸，应该就直接请假在家。哈哈哈哈哈！当蛮像的啦，可以吧？赶快回家休息吧。啊！我就差不多说，我受伤，然后就赶紧走了。对，好，我找到一个重点，就是不可以太久。好，这是一个重点。受伤了，车祸，真的皮呢？这应该是自首。刚不然被谁撞到？哎呀，这有在录，所以这应该是画的。哦、你要放在旁，放在秘密，放在旁边。会啦，我到时候不会这么明目张胆。对，你应该不会一直注意力放在我的手上吧？会啊，我会吧？这个还蛮显眼的，好不少。对啊，重点错了吧？不像吗？你们觉得？像啊，我觉得像。我觉得问题就是脸，要出在我身上。要不然你来跟我演练一次，待会我昏倒的状况。我是 David 吗？对。OK。大家好，我是田浩。大家好，我是 David。是有点状况的。不是我的想法段落，这样大家会冷静下来。皱眉。扶额头好，明显一点，再委婉一点，好好再委屈一点。反正就是要尽量看拍摄，因为你是病人，我还有合作，对，还有点担心哎，真的吗？我怕你那个笑容忍不住就被发现了。重点就是要先缓冲，然后要有喘息，要让那个气氛凝重起来。OK， 那差不多就这样子。我打算晕两次哦，第二次我就直接在他身上晕倒，希望我不会笑场。我要是真的不小心笑场了。那我就直接大喊整人之王。我姐在外面，然后我想说，然后就赶快偷偷跑出去，然后拿着安全帽再走进来一次，然后受伤看二姐会不会醒。你闲呐？你等着你进出的时阵就听了。啊，大会啊，你看麦啊，啊，你等来。我那是假啦。真啦。
界啦！我老叶啊！啊！你有闲无？有闲啊！有闲无？我就是看你只老花，啊，只个老花，你也是。好，还是这一集就这样子结束好了。就是吗？狗火鸟的。嗯，他那个是前后路上交通严重。对，可能再等他一下。好像有点，差不多。真的？那他都已经处理完了，应该要过来。你上一次在不用吗？哎，对吧，应该不会。确定？给你有待会需要。他有跟你说要拍什么？没有。没有。刚找到，再染头发。可以耶。我要试汁哦，你太牛了！我要试汁。外面的人也可以打吧？啊！我应该打不到了，我应该打不到。所以你可以打，我可以打，拿长的，他用丢的，等一下用丢。喂，北洋妈，走吧。喂，你在打？嗯，那他们到了吗？好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因为我刚刚在路上有点。走啊！你等会在哪车？哎、欸，他到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到了。好，去洗个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我等下我先去那个弄一下。啊，看，看你出车祸，看。不是我刚刚小擦撞了。你要包扎一下。先帮包扎。我先弄一下。再等一下。啊，不不，你慢慢弄，慢慢弄，慢慢弄。包包给我们拿下来。拿在哪？拿在哪？要不好脱啊，等下脱。那是啥？对。我去看一下。对啊，你去看他。那你先说什么？好，对对对。我刚抢那个。嗯。我不敢看。够了。还好吧。我看他圆逞强，他嘴唇都发白了。哦。他还是想要拍。对啊，如果他不行的话，你还是对啊，没关系。待会先看到情况，先等他包。我会改期的话，网络看一下，看视讯。视讯。也是我的吗？没有啦。哦，是吗？哎，你还好吧？先拍吗？还好吧？你 OK 啊？对对对。那如果拍到有什么状况？好，终于拍到。我想要拍那个。就是你告诉一下哦，我知道，因为他是平常就是他是真的傻，你待会可以就是是一个说你们很喜欢爬山，然后一直找我拍照，啊，我还要找那个自己拍一起，啊，因为平常他们都知道我拍就是整人的东西，一点比较不好整，啊，想说刚好有一个的话可以用，哎，我没有出现，是你的，哦，不妨，你可以哦，对对。可以吗？来来来，要直接来啊！对，帮他传一下。好，传一下。OK， 开始 OK。嗯，那我们直接来哦，来，三二走。耶，大家好，田浩。W。哎，没有错，今天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一个合作了，各位。啊，这个魔术大师来到现场，因为平常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整人之王嘛，平常拍整人在办公室，大家有点都不太相信我，要不然就对我很有那个防备心。然后就生气走掉，然后我就看那个想想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对，那你很好。对，没错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刚刚这样讲 OK 吗？前面 OK 啊，可是你刚断掉了。好了，要不然我们俩再一个好了。好，干嘛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。我要先吃点东西。没关系，应该很快就行。对，好。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没关系，我们直接来，我们先这个拍完，我们等下下去要有东西在这里。来，三二走。哎、欸，大家好，田浩。W， 你。耶、yeah, ，是、欸、哎，不是的，我们是要从北翔那边开始。对啊，都不对。忘记了。对，那我们大概演练一次，走位我们就是随机应变。好，我们现在大概就是回一下大概那个台词是什么。嗯，对 ，OK， 好，我们就有那个台上。你 OK 吗？你可以吗？我去厕所一下。
好啊，那你哎干！哎哎哎哎哎，你好！哎哎干！你好！哎，等下，你先打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行吗 ？OK 吗？还可以吗？你我扶不动。哎。小心，小心他伤。我嘴巴正血，靠背了。哎，你们手机。这样子，在这里。等一下，你先打电话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打就好，我打就好。林浩，要不要先把那个外套？哦，不能了，这个。你要打电话。有有有有有。好了，先不要动。操！他打了吗？打了吗？赶紧打了。他打了，他打了。听到你说。你现在能讲话吗？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你好，有反应？你要不要先坐起来？你起来哦。几个人先把上半身帮忙扶，让他坐。你要先坐啊，不要躺着。你要你要喝水吗？试着坐起来。刚刚你说给他躺。那种状况，很血糖太低，有可能是。对啊，你喝点水。你刚刚知道你昏倒吗？不是，我就是一直头一直晕下来，晕下来这样。你在扯我？我会。哎，我觉得你这样不能拍的。对啊，对啊。不要先拍医生，对，先去医院。对啊，刚牙打电话了。嗯。你直接去检查了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那你先好好休息。不好意思，合作了，突然断。没事啊。这边没有什么。啊，这人吗？上不了，上不下去。你的。好，上不下去。我们出去就好，你先在这里坐着一下，我们等下回来。好。等一下，你让你。那你先忙吧。不好意思啊。哦，没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没事啊。对，不好意思。他说我们很开心，我们可以对再约或什么的。对啊，哎，坏了，怎么了？他说他拿了眼镜。我手机。你手机不在你那啊？你知道？哎，小心啊！我帮你找就好了，帮你找就好了。那包包的找过了吗？没有，我刚找过包包。整人之王耶！什么东西？一切都是骗局啊！什么啦？没事啦，这都是假的啦。对，这都是假的。什么？你幸会，幸会。怎么了？金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OK 吧？他手真的好冰哦。OK 吧 ，OK 吧。手很冰哎。对，很冰。他刚才全部就只有他刚才跌倒那一刹那，那个嘴角是真的，他撞到。哦，真的就撞到。其他都是真的，真的有真的，真的。哎！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一整个。你们有发现吗？吓死了！你们觉得怪怪吗？我刚才想说晕倒是有点夸张，但是你这个分析啊，这是一个意外的小插曲。没抓到你脚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刚本来想要第二次昏倒在你身上的，可是我找到时机点。那可能是换他要送医院。我吓死了。成功，成功，耶！差点就可以跟雷翔拍片了。哈哈哈是想跟雷翔拍片，真是很用心。我真是几天都在策划，然后我还为了制造出我好像很累这样子，我去晒太阳晒十分钟才走上来。可是他伤口还蛮扎的。这是我的小老妹，这是我小老妹们帮我画的。这个膝盖是真的是摔倒的样子，太像了，很像哎。没有啦，其实我当时拿来我就一直去撞那个桌子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这是画的，是画。被前面等蛮久，我想说真的是发生什么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耽误了你们的时间。有什么感想吗？没有，没有其他后面的。没有了。画像。对。这些规划都是假的。没有想到未见面就这样子，哇！下马威，整人不衰的啦，好不好？那今天这一天就在莫名其妙中结束喽，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。
下 Devil 的频道，还有那个你学姐，好不好？我还会拍另外一支影片。对，会拍另外一支影片在 Devil 的频道。频道好。对 ，OK。你现在是一个很无奈的，心很疲惫，演很久，我一直想说。我说可以结束。好啦，喜欢我的影片好不好？记得那个追踪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按赞，好不好？然后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因为这样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上片通知。那我们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Bye. 好痛哦、喔，真的痛。Let's go 。那么辣的。上次那个蟑螂一样啊。对对对。太可以了，太可以了。不行啦，魔术师手太巧了，所以我可能要练个一阵子。我很帅，谢谢。所以交给我吧。好玩的，练一下，准备。对，很会上课忍不住。